感觉应该是要为了跟这个悟空对撞哦，看能跟悟空去跟一个 TP 哦。所以呢，那是给进来，而且但是是没回补过的，是小亮要翻，小亮赶到，但视野做好，那是一个成功的撤退。对，那这个就李茂安要做压制，但是也被看到了。嗯，这视野 Unicorn 做的不错。我这里看到虽看到 Unicorn 现在是至少要避战吗？没有，要在打野位置正面单挑。赵信好像刚才唱了一下吕寇吗？走进去是有点危险，要交闪现了吗？交闪现，这几个前期的选择我自己都不是那么喜欢。这个拿龙的选择，其实因为他们第一轮打得太久了。转到李星、哦，但李星也是得交闪，双方的打野都在入侵的过程中喷掉了自己的技能、啊、但是发育确实是有小差距的。下半部开了一下，达瑞文两刀三刀，直接把光打给他砍了半血，有六等哦。贴近下半上半部的位置，也想动手，可非常犹豫。护下在球果前面来回的走着，最后终于要做进攻了。坦克你要先扛，普攻先点到，但杰西的伤害好高，不过被留住。BIG 成功的在上路击杀之后，安稳的撤退。但另外一边 ，Unicorn 另外两个人也是有想法，不过有个视野退出来。是，而看到三大在上半部的同时，下半部也要开了一次，翻起两个人，先拉一个身位，等他分身结束后，第二刀再做追击。下半部也来了，看起来逗留许久，要来抓人。这是就有机会，如果是三月一的话，雷兹也在跑，这里是四个人直接闪现强开，出血瞬间被控到一个，一样拿到三层的护甲。而在上半部的话，小亮估计舔回来，哎，有舔到，有顶到，交一个闪现，还行啊，还行。不过另外一边包围网来了，李欣从比较深的一个地方准备绕进小亮的怀抱，小亮已经看到了，这里要坐车走，但要摸眼踢。还是把小亮踢了回来，小亮被留住，开了一个白盾，承受三个人的伤害，但舔死了，还想反舔吗？这里再一个白盾，继续舔，土哥，小亮突破了，来了，不可以啊！小亮再一次的在世界赛拿下了一个漂亮的双杀，舔死，来看一下上半部，这个盾先开出来挡掉第一波的伤害，然后确定自己不会进入斩杀线之后，可能他是一个想要去尝试这个塔杀，然后去闪现拉回来，李星吃到塔，然后被小亮收掉。后面位哇，一个围走位扭掉三大的大绝，然后再没有想要后退，对，前面刚刚没有叫到大绝，这个时候叫出来，哇 ，QR combo 漂亮，直接吃回来，两成功在上路完成了双杀后，再次的顶起来了 ，BOSS 已经没有太多对线的本钱了，赶紧锤走小亮，可惜这波没有大绝，所以没办法能击杀，但是现在的这个线，哇，原本应该要是弱边的线，拿到了 CS 跟人头的领先，马完。再一次闪现躲掉了球女的大绝，不过还是被李星给抓到了。这里往前走是有点危险，不过打出加速的同时，还是被李星跟球女的伤害给带走。后面虽然 Kino 跑起来，但阻止不了。但是后续他没有把视野做得那么满，所以导致刚刚爆的结果被又开舔了。BOSS 把小亮锤走，但 TP 下来了。下半部同时也要开战，粉眼插了下去，开始砍。这波一定要塔杀，因为对面没有 TP 了，一定要塔杀，一定要塔杀。是，这里在下半部已经给到压力，而感受到压力的 Unicorn 双人组。选择逗留于下半部的外塔，这让呼小是随时准备露头，但 Anastic 也赶到这波下半部三打三、嗯、那雷兹也叫 TP 为线了，所以应该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塔挤掉就够了。是，但悟空的目标是前方的斗狗，后面有个 TP 要来，这边呼小直接正面把塔给捅掉，让对面的 TP 无法下来。后方位置悟空虽然转了两下，但直接被悟空给控制住。哇，但 Anastic 的胡啸龙有命中，直接带走了 Kino， 不得已 Dogo 跟呼小找不太到目标，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做进攻。胡小虽然往前捅了一下，但和阿迪还在持续的追击，双方被踢走，豆狗还在拉，有治愈，走位躲了一个 W 后，一个闪现踢到治愈进来，但达人要开 P， 不过三大回血好多，然后 BIG 也做了一个换线，看他是过的压塔，把对面的 TP 断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TP 啊，对，在杰西这边，然后胡小这边开大把对面给挤回去，但是悟空的这种小团战作战能力还是够强、然后达瑞文在这种团战其实被。对面给缓到，其实有点难做进攻的。毕竟他是没有强位移的，所以像李星这种可以飞来飞去的英雄，对他来讲比较烦一点。血量都可以打残，但是那个最后一个一点点伤害就是挤不出来。没错，闪现踢到治愈有拉，但已经没有魔胶一技能了。如果能打断的话，小亮已经在看这个 TP 的位置。但另外一边还到后、还是想拿吗？瑞空开战直接留，但被神龙白给踢走，太恐怖了！现在完全拉起来。中路再次的大绝转到了茂安，即将面临的是李星的包围网，闪现还差几秒的时间，被留在原地，用法术进攻来回的走位 ，Q 技能往前踹两下，直接死掉。
那后面的 TP 来了，是 Tanken 骑坐车赶到，认为对面会走下来，但并没有，利用球果弹过墙，让小亮的追击比较困难。而且后面竟然有个蹲点，偷偷摸摸，没有人发现。后面是老油条，是躲得非常好 ，Nomads 很熟悉的在下半部的位置，上半部也开砍了，但斩杀没有斩到，回来斩后闪现过去，硬 A 直接将人头给 A 下，走狗开始追击，操作起来。不过身上的刀已经用完了，不朽中棍被 pop 出来，死前跟悟空做到兑换。那这样 TP 下来的 Nomads 就有机会将仅存的辅助给拿下，也拿了一个 double。那来看一下，上半部是破，这就是把操作打起来了。哦，知道这是一个二打二强杀的机会，比较遗憾啊。然后他是用闪现去接他的大绝第二段，所以算是小黑拳的一个细节。这里先掉了一把刀，后续为了闪现接又掉了一把刀，然后被悟空击飞也掉了一把刀。就让这本来连三刀的机会是全部都被阻止掉了。好像他还是有盾攻的，所以死前至少可以再换一个。是，剩下的话 Kino 想利用扫眼草丛阻止对面的眼睛后撤退，去把这个龙拿下。Push 啊，偷偷的躲避 Kino 正在演习这一个边线的目标，其实是准备往下路要抓 Boss。翻得出来没有翻到，但胡小已经在后面做第二波的进攻，虚无说刷了起来，他被打人的伤害直接秒杀掉，后面还有个 TP， 这个 TP 来的人会是谁？会是悟空？也是瞬间的被击飞，这个 Q 3非常的精确，让悟空只能公路的兵线再让给 Dogo， 这里直接放在你剪刀的脚下，虎啸龙也没有踢到、Dogo 是按了一个治愈去跟对面兑换了大绝。这里 Nomads 也是很细哦，拿下了他的独门球女，对，给到的这个压力，我觉得 BYG 得再小心一点了。他这场比赛的大绝其实卷的都蛮有威胁 ，TP 到后来了，想要打架，造进一个闪现的刷，直接刷到两个人搭上了一个大绝斩杀，直接把 Nomads 给击杀了。坦克也来到了后排，是针对了 Boss，Boss 是完全不能动的，就要死亡。左方的位置，悟空靠着分身 Senta 是成功跟着 Anastasia 一个汇合，但 BYG 没有想要停，坐车过来，小亮来到了后面，还有雷兹的车，直接包围了 Unicorn 的人员。Anastasia 这时候直接跟 Senta 分开，想要走。但被呼啸给盯上，前方的位置其实还有 Ognat 的支援，让 BYG 将整体的目标是转向了悟空。圣塔子持续的追击，扛着塔要拖延时间，但目标 BYG 已经转向了巴龙。OK， 这边也不追击了，就直接去拼这个巴龙。那悟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啦，所以现在就要担心就是李信的位置，还是需要去抓一下。他是这个绕过掩护应该是没有被看到的，真之花拍出来，同时也是暴露了李信的位置。猫安想要来阻止，上方的血量是由 Ognat 来去看，剩下2000多滴一个血量，还没有人能够阻止到 Anastasia 吗？他已经在做等待了。这个血量想停手，永寒之霜虎啸龙是可以下去的，停手的情况下来容易了。球女将人头给拿下，看一下巴龙最后的决断，打野都没有的情况下，小亮在里面扛，扛了许久下来，他被杰西给拿走了巴龙。这样 Unicorn 准备带着巴龙撤退，我才发现他，那就导致后面其实队友UOL 死掉人都已经复活 TP 过来了，变成一个五打五的局面，反而变成 BYG 是扛巴龙的那一方。哇，那这里一扛，呼啸被球女转两个两 carry 是瞬间消失 ，Nomads 太恐怖了。而剩下的 Tanken 奇跟杰西要去对比吃巴龙的伤害，差非常多呀。刚刚一开始 BYG 在打完这波会战的call就是我不追人，我一定要把这个巴龙 rush 掉。那如果是这个这里踢到就是可以有机会直接开哦，球女套球上去，兜狗会是直接融化的。但中路的位置想要动手吗？是对空的一个控制，一次是控起两个刀打人的大绝是刷掉了 Ognat 的半条血量，搭上小亮的一顶，只剩下圣娜绝顶升天。小亮现在在前面扛，靠着一个白盾承受住了第一波的伤害，想撤退，但悟空转了进来，连续的分身左右开弓，疯狂的战斗陀螺，呼啸也跟着一起往前上，球女转了两个，但已经没有队友能再跟上后续的伤害，进场的 Kino 还是被 Nomads 给击杀，这也让 BYG 的成员没有下一波的 CC， 只能赶紧先行拉掉。这里最好还是先巩固好下半部吧，准备拿龙魂。我觉得第一时间的处理很好，就是他们的目标选择完全锁定在Senna身上，包含瑞空的开战，然后小柴犬的跟上，还有闪现 A A， 但里面没有视野，赵信也跟着来，直接用闪现的方式，小柴犬带着 BYG 准备要连续拿下人头吗？阿纳斯一刻定了位移来到了红 buff 的池子区，但雷兹准备上车做包围网，但他进来同时可能是一个死亡列车，想要救援 Dogo， 等着猫安的大绝结束之后却没有办法继续的出手，只能赶紧转着自己的双刀往后撤退的阿纳斯一个不想放过他，摸了一个眼，冲出来的虎啸龙有踢到进来，同时坦肯奇回去嘞，是跟着过来，但神龙八有踢到，不过坦肯奇可以救援，先把 Dogo 救回来，让这个人头落在了小柴犬脸上。前面小亮帮扛 Dogo 持续的射击，这一个大绝直接斩杀回转死神，让 Boss 见上帝。后面坦肯奇继续追击小亮，再舔，硬到没有人可以阻止，已经要贴上了对面的 AD， 第二舔也是命中，让 Kino 可以接续圣大登场，但没有控住，带领自己的队伍前往 BO5 的赛程。来看一下，他看到了，
直接闪现。啊，这边闪现进去卡一下视野之后，还是可以收掉。那 后续的这个追击就比较可惜。我没有注意到，其实对面成员已经赶过来了，所以撸上去再加上灵车的结果，哇，这里直接死掉。好像在小亮后续的这个赶到，保住了小柴犬的性命，没有让这个下葬被拿走，后面反而多收了几颗。嗯，这里也是幽灵恐人有点巧急了，然后抓一下，看坦肯奇的价值在这里也是发挥到最大，后面想不断的 AAA 脚闪死去。小亮不会扣血，豆狗还抓到了这一个想要逃命的波。FIG 倒是准备要坐车直接吃巴龙啊，但视野其实完全没有排掉，所以那是用射出，但好快好快，这一刀伤害肯定快破百啊，破一地破百，破五百有了，哇，三刀四刀直接秒掉，重击没中没关系，巴龙拿下了。直接插了一个中的线，这根也是线眼，所以右游这边应该也是有必要去把这个线眼排掉。而上半部的位置还在做分推，中路看起来是想先行的开战吗？小亮是舔到了成员，哇，这里让现在 Unicorn 人员只能往右边撤退，那这样上半部的位置 BYG 是有机会直接拿着坐车过去吗？要来三条路线的开通，中路位置还直接卡断。哇，这一刀下去是五百多滴，坦肯奇已经进场了，但李信这样就有目标抓，但这闪现不错，不过豆狗还是被抓到，可刚好在小亮的嘴前，球女正在等达瑞文出来，那豆狗出来之后没有人可以阻止，而且被赵信盯上的诺妹子大绝只能转在护甲身上，这样豆狗正在找寻目标，究竟能 A 谁呢？ A 不太到，不过右边的森娜已经是先被猫安给处理掉了，猫安同时也交了金人跟 BOSS 正面的对打，被 BOSS 给换掉，但来报仇了，护甲想持续的追击，不过已经成功的拉开了，在前方位置一刀407。能不能再转出下一刀，后面两个 TP 回来赶紧守备，这比赛可能会结束，在另外一边被留到了，球女被留了下来，同时就是豆狗可以不断的往主堡双塔迈进，来自了 BOSS 跟 Anastic 在阻止，但豆狗丝毫没有惧怕，开始先 A 塔再 A 人再 A 塔再往前把两个都想 A 掉，这两个人无法阻止，来自了达瑞文的恐惧，欢迎来到瑞文联盟，恭喜 BYG 打败了 Unicorn， 成功的保留了世界赛的权利。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是余霜，我们邀请到的是茂安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BYG 中路茂安。好的，欢迎茂安。说实话，今天打这一局比赛之前，你们在前面看 UL 跟 C9 的比赛的时候，在后台会不会觉得很紧张？我们当下知道如果 C9 赢了 UL， 我们代表我们不用加赛，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话是很支持 C9 赢的，但是想不到他们却会输。没有想到他居然输掉了，我们也想不到。那可以看到呢，就是你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是拿到了自己的本命英雄雷兹，也就是瑞兹，所以当你终于拿到这个英雄，因为之前不是被搬就是被别人选了嘛，所以你拿到这个之后有没有觉得说这一局我一定要证明自己一下？其实在我打的这几天比赛一下，我觉得我的状态没有到非常好，当我拿到雷兹的时候，我就能擅长的帮上下支援吧，不要能玩的比较流畅一点。那其实在第一天你们跟 GS 交手的时候，对方的中单选手也是用了瑞兹嘛，明天要跟他们打 BO5 了，你有没有觉得想说再跟他交手一下，复仇教育一下他？我感觉免打 GS 的话，雷兹两边应该都开不出来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都把雷兹排很高的队伍。那今天你们的这一局对决当中是选出了德莱文以及上单塔姆这样的一个上单跟 AD 的选择，能不能说说其中的原因呢？我们知道这一把是很关键的，我们就告诉自己选自己擅长的，让自己最舒服的，让舒服的方式去玩，这样才有机会赢下比赛。而且可以看到你们在搬了对方上一局表现非常亮眼的这个塞恩加塞纳的组合的时候，他们选出了塞纳加猴子，所以你们当时有觉得意外吗？觉得会不会更好处理一些呢？还是说其实更难？
当下我们都知道他们会玩塞恩加塞纳的组合，但是我感觉我们夏侯仙是能应付的，毕竟我们夏侯是很顶尖的。嗯，非常相信 Doggo 和他的这个辅助小伙伴，所以说在明天进入到 BO5 的这个对决当中，其实跟现在 BO1 可能不太一样了，因为觉得可能 BYG 是一个更加的慢热的队伍，也许 BO5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在我们打 PCS 季后赛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一个擅长 BO5 的队伍吧，希望明天能迅速拿下。嗯，那整个入围赛阶段，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队伍或者是选手，或者是哪个选手用的英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这种感觉有吗？说实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还好，只要是我们自己把游戏送掉了，不然我感觉打谁我们都会有机会赢的。嗯，好的，再一次感谢茂安，也希望你们在明天的 BO5 当中可以继续加油。我们今天赛后采访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拜拜。拜拜，欢迎大家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克莱门，跟我在一起也是刚刚挺过来的 Taco。先说一下，你们刚刚生死局终于打赢了，有什么感想？然后队伍有没有说什么话？就我以为输完那一把就要回家，然后突然听到有加赛，就打的虽然前面优势有点大，然后后面被掉巴龙小斗，到最后虽然是成功的胜利，就非常开心吧。哦，那还是很开心。然后我问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有点峰回路转，而且你们选手的状态看起来其实是蛮两端的啦。那你跟小亮有没有跟其他人去说什么话，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像是领导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有国际赛经验，就会跟那个中野辅说，就不要太紧张嘛。因为这种东西，我当初上场也是搞砸了，所以就不要太紧张，放松打。那这次看起来的话，其实所有的队伍都会 ban 你的路线跟亚非利欧这两只角色，你自己觉得这样的针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你私心认为你自己最强的 AD 是哪一只？我就觉得他们 ban 得很好啊，还可以多 ban 一点，然后最强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是凯莎吧。哦，那这次凯莎其实还是没有选出来，我们可能之后再问这一题。那明天的话其实你们是要对上 GS 这一支队伍，那先前也已经打过了，你自己觉得 Beyond Gaming 会不会打 BO5 的表现可能会比 BO1 好一点，那明天的对战你觉得会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明天应该会3-0吧，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有点起伏，但我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有 蛮大的自信。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你之前说你最想要对上的选手是 Death， 那我想换个方向，你自己心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 ADC 的榜样，就是你的成绩或者是打法最想效法的一个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Viper 吧，他可攻可守嘛，大家都非常崇拜他的感觉，然后人高又帅。我觉得你也蛮帅的啊！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小柴犬跟我们这边的采访。那大家也记得待会还有 C 九跟 DFM 的加赛要看哦。拜拜，拜拜。하시면서탈락을면하셨는데소감이어떻게되시나요？那首先恭喜你们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也是避免了在 BO1 中被淘汰掉嘛。那现在获胜了以后，什么样的心情和感想呢？现在心情就是感到还蛮放松的，就是放下心中一块大石。今天算是保住了晋级的最后一丝希望。I feel a bit relieved and relaxed because we still got the possibility to get into the next stage. 네매우편안하고또안심이된다고하는데요왜냐하면다음스테이지에진출할수있는기회가남았기때문이라고합니다그러면 UOL 이 C9 을잡고재경기가성사됐을때심경은어땠나요那其实刚才上一局的比赛，其实UOL 是打败了 Cloud9 嘛，所以说当时你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会今天会变成这样。就是要打到加赛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当下也没想太多，就是准备好下一把的 BP， 专心的去打好比赛。So I think the reason that we need to have a tiebreaker is all because we didn't perform so good in the previous matchup. So at that time, we just would like to focus on our ban pick and also focus on our own performance to try to get a win. 네사실상재경기가성사됐다는것자체도본인들이이전경기에서앞선경기에서좋은활약을보여주지못했기때문이기때문이라우리가해야되는밴픽과우리가해야되는플레이에집중했다고합니다그러면오늘처음으로탐켄치가등장했는데어느분이조금고안했는팀적으로어떤식으로고안했는전략이었나요那其实今天也选出了一个上单塔姆，也是我们入围赛的首次登场嘛。所以说当时的上单塔姆的这个选择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呢？因为塔姆这角色面对杰西的话，杰西会压不好压到东西，然后还会有被塔姆压，还会有被塔姆杀的压力。然后就是刚好我们上路塔姆也是玩得很好，很有自信。
So I really feel Tom Kench can be a very good counter pick against Jace, or even get some solo kills in the laning phase. And also our top lane player Liang, he's really really confident on this champion and played a lot. So that's the reason for us to just pick this champion. 네, 탐켄치가 사실은 굉장히 효과적인 제이스 카운터이며 어떨 때는 심지어 솔로킬도 낼 수 있는 라인전에서 매우 강한 모습을 보여줄 수 있는 픽이라고 합니다. 또 우리의 탑 라이너가 굉장히 탐켄치에 자신이 있었고 플레이한 전적도 많기 때문에 탐켄치 탑을 이번에 시도했다고 합니다. 그러면 내일 갈라타사라이와 이제 또 한 번 다전제를 치를 예정인데 각오 한마디 부탁드립니다. 那下一个问题也是在你们明天也要面对 GS 打一场 BO5 嘛所以说对下一场有怎么样的一个决心呢 明天会是一场艰难的对决，但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会赢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我们自己太多失误了，觉得明天好好打，应该可以把它拿下来。 So tomorrow is definitely be a very tough matchup, but definitely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win the game because I think in the previous matchup we just made too many mistakes. So in the tomorrow's game, we'll just focusing on ourselves and try our best to win the game. 네, 분명히 쉽지 않은 대진이긴 하지만 또 한편으로는 자신감이 있다고 하는데요. 왜냐하면 이전에 친 경기들이 대부분의 패배 원인이 바로 우리가 실수를 많이 만들어냈기 때문에 이번에 집중해서 우리의 플레이, 우리의 실수에 집중해서 더 나은 경기력을 보여줄 수 있도록 개선한다면 이길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한다고 합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최선을 다할 거라는 멘트와 함께 인터뷰 마무리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시시야. Thank you. Thank you.